条件，做了我的英雄，让我做个小公主，一直活在童话里。爸爸妈妈，我觉得钱可以不赚太多，够生活就可以了。毕竟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财富。我觉得我真的很幸福，我带着这份全家人的爱，一定会拼命努力的。虽然我们很胖，只要有了梦想，我们也能飞翔。